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晚点优待提醒您，担任本次列车乘务工作的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九客运段经九车队第六货车的乘务员，我们热情欢迎您的到来。在您乘坐的车厢里，有列车员直接为您服务。旅行中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告诉列车员，他们会尽力帮助您。女士们、先生们，您全体乘务员用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服务，能给您的旅行带来方便和舒适。祝大家旅途愉快。这列车是25T 新型空调货车，由行李车、硬卧车、硬座车、软卧车和餐车组成。餐车设在列车中部9号车厢，为大家提供旅行中的食物品，准备各类可乐化的菜。每餐开饭前，列车保安员将为您介绍供应的品种。每节车厢都设有全自动饮水机。您在酒开水时，请注意不要倒太满，以免列车晃动，杯子的水会溢到上。洗手间在车厢一端，每节车厢两端都设卫生间，采用真空磁电系统，对污垢的排放进行集中处理。为了保证正常使用，请旅客们不要移动手拿物等建筑所面。为了方便您的旅行，我们的列车车厢及洗手间设220伏交流插座，仅开放供您使用。220伏交流插座仅限于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剃须刀、移动充电器的充电。请您。